女性为了改变造型或保持年轻，经常会选择染发。不过众所周知，经常性的染发容易影响健康，因此美发专家建议在使用染发剂之前，应该先局部试用在肌肤上，观察是否有过敏反应。不过更重要的是，选择天然成分的染发剂对头皮的负担也会相对比较小。因此东森特卖会特别向观众介绍韩国美妆美发第一大厂 Seron 所推出的第三代飘南天然草本染发剂，提取40多种草本精华，不含氨水，没有怪味，且搭配指甲花，能够减少落发，不伤头皮。指甲花呢，可以说是染头发之后啊，它的染料。那么它为什么会是这么受到欢迎呢？因为它可以使上的颜色更加的稳定，而且更加的丰富。同时呢，指甲花呢，这么多人使用，可以发现呢，它不太会引起我们的皮肤过敏。同时呢，如果你定期使用指甲花的话，你可以减少你脱发的情况，它是不伤头发的。不仅成分天然，更棒的是操作方便，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能拥有一头亮丽秀发。你只要把这个染发剂挤在手上，把它抹匀了，然后均匀的把它放在已经为湿的头发上面，5分钟之后把它洗掉，你就会发现你的头发呢是柔软的，你的头发是亮光的，你的头发的颜色是丰富的，会让你看起来马上年轻了10岁。强调染发干净利落，不会湿哒哒。 Seron 飘南天然草本染发剂东森特卖会限时限量独家优惠，观众查询更多详情请上东森每周电视官网。东森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